人小儿子又来了。嘿，哎，我知道了。哎呀，是想要来一起玩，想跟他哥哥玩。在这想玩。我靠，走这么远。我也好了，走的也没人家快。好棒啊！这个弟弟又来了。换啊，换弟弟跟爸爸玩，你看哦，他爸爸就对他很温柔，你看。真的？为什么？这个大小心呢。他为什么他爸爸？他会撒娇啊，那个哥哥比较调皮，所以对待两个动作比较粗鲁了，所以对。爸爸比较爱他。跟人类差不多。没关系，你们看。好啦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啦，辛苦了。他客人应该蛮满意的吧？哦，好，谢谢啊，拜拜。这里呢？这边有道具的，比较看一下就好。他们不吃肉，所以没关系。对。哦，这个还蛮懂得享受的哟。吃啥？吃的都好吃。南瓜。